350米处有闯红灯拍照。这个齿形线还是不错的感觉哦。240米后靠右，进入右转专用道，请走最右侧车道。靠右，进入右转专用道，右转驶入永安大道，即将进入施工路段，全长600米，请按实际道路行驶。1.3公里后左转，300米处有闯红灯拍照。我觉得有点眼熟，好像来过哦。对啊，有点好像来过。不过上次说的是清远嘛。齿形你没来过吧？这个齿形线还晚上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哦。这里还有高楼啊。好，请直行，走中间车道。齿形线。我们好，安徽那里的。哇，好大烟！挖上外循环，对啊。我不动的东西，搞来搞去。那里啊。动吗？我有点像安徽那里。路口左转，请走左侧车道。十字路口左转。是什么？是政府吗？应该是政府吧，这里。十字路口吗？维也纳就在前面的。同事打断别人话。那就在前面的。在红绿灯路口左转，进入新平路，然后到达目的地。在酒店发现这里有个很多旅游的地方啊，齿形线有很多，下面每个镇都有不同的景点啊，大家可以过来游玩了、啊。就发现这里还是比较完善的这个旅游，乡村旅游。刚出来吃个宵夜，这里炒个田螺，炒个粉。本地的粉，再叫个一片粥。